由美国中间欢欢喜喜举办校庆运动会，学生青春甲活力受到各界鼓舞。为着要鼓励这群学生，今年运动会特别邀请杰出校友柯秀晶登岸到母校馆内。从毕业之后第一次参加吧，对对对，之前有参加国小的或者是乡运还是什么的，对。现在比较多变化，然后有现在有跳舞那些，之前就是有竞赛比赛这样子。柯秀晶杰出的表现，唔那是轮回骄傲，更加是台湾人的光荣。好嘛，利用这次公开机会，表扬这位杰出校友。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杰出校友许淑晶。我们也期望他2012奥运金牌。我在这边啊，说真的，我很欣赏这一位轮回。土生土长的一个好选手，那我相信以后坐在前面的小朋友也有机会啊，一个参加奥运会的选手。要做一名杰出运动员，需要相当大计。教练左右，柯秀晶在教练蔡文义跟吴启成的陪同下来到会场。等你结束，三人又过来关登去训练。加这次活动吗？专程下来，然后等下又赶回去，然后下午要训练。下午又要训练。对对对。如果用培养出无数优秀人才，老师甲教职人员绝对是有功劳的。校长陈丽珠嘛利用这边的机会，大家老师鼓励。其中出了组长庄桂芬，在轮回国中上主心，有45年的资历。我比较漂亮，都来轮回国中啊。重点进入在，所以是职业套路的对吧？还是？45年嘞。鲁北国中今年大会操是七强武术表演，数百名学生作为拍棍头，气势个人无同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